神级翻唱遇上原唱，同唱一首暮色回响，你更喜欢谁？第一位冯婷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。是啊，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。第二位张主任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。第三位一枝瓜果。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。是啊，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。第四位陆二欧。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。是啊，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原唱即兴出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